天与蓝莓能说动南俪，气得他回家跟蔡菊英发牢骚，顺便给卫暖公司发去投诉邮件，声称终端遭受不公对待。卫暖总裁收到邮件后，立马将南俪批评一顿，提醒他作为销售总监，应该与终端加强沟通，保持友好关系。尽管总裁压下此事，没有做出相应惩罚，但是蔡菊英还有满肚子怨气，所以他在接送颜子优时碰见赵娜，故意在对方面前阴阳怪气，间接挤兑夏欢欢的能力。然而赵娜知识渊博且不懦弱，她根本没有容忍蔡菊英的挑衅，反过头来抨击蔡菊英家风有问题，甚至当众骂她是小三，战斗力几近爆表。蔡菊英被怼得灰头土脸，因此回家向南建龙哭诉，同时提到南俪在公司里为南田雨兰的事情。眼见蔡菊英母女俩都是忍辱负重的架势，南建龙心生不忍，感觉亲女儿确实有些跋扈，便想趁着今晚的家庭聚会主动跟南俪好好谈一谈。本来南俪已经打算要带孩子们回去看外公，结果刚答应没多久，突然接到赵娜的控诉电话，得知蔡菊英竟对夏欢欢言语羞辱。因为之前班委改选的问题，再加上现在的这种情况，接连发生的两件大事让南俪怒不可遏。最终在夏君山的劝说下，南俪还是决定前去赴宴，主要是想让南建龙主持公道。奈何一家四口刚进门，南建龙立马将南俪叫到书房，并且端出长辈的架势，批评他在工作上对田雨兰应该公私分明。因为南建龙的话，南俪越发感到委屈，坚称自己问心无愧，甚至敢跟田雨兰当面对质。恰巧此时田雨兰夫妇带着孩子过来，南建龙担心南俪会去找田雨兰算账，赶紧堵在书房门口，拜托他把此事翻篇，别再挂着冷脸。颜子优童言无忌，不小心爆料出关于择数名额的事情，南俪见状质问南建龙，因他支支吾吾的模样，彻底心灰意冷。这场家宴不欢而散，南俪等人前脚刚走，南建龙一把甩开想要上前搀扶自己的蔡菊英，二话不说直接进了房。夏欢欢躲在卧室里哭诉外公不再喜欢自己，南俪一边安慰女儿，一边伤心痛哭。待安慰完女儿休息，夏君山看着南俪打游戏发泄情绪，不由回想起她当年怀孕生产的情景。当时南建龙坚持等在产房外，直到生产顺利，母女平安。虽然南建龙的行为的却让人寒心，可是夏君山知道他对南俪感情很深，或许是有不得已的苦衷。隔天早上，严鹏自知有亏，相约夏君山打球当作道歉，可惜夏君山既不回应也不露面。刚好严鹏父母在酒店包间庆祝严子优当选副班长，甚至夸赞田雨兰功劳甚多，田雨兰欣然接受公婆的赞美，
同时声称这一切也要归咎于蔡菊英的功不可没。赵娜从夏超超口中得知家宴风波，赶紧打电话跟南俪了解情况，并且去江南建龙大骂一顿。因为来往路过看热闹的街坊邻居，南建龙感到无地自容，尤其听见赵娜连带祖宗也都诅咒，更是气得不行，一时血压升高，竟然发了烧。蔡菊英见状赶紧去照顾南建龙，打算要给南俪和田雨岚打电话，但是南建龙拒绝见任何人，迷迷糊糊地表示自己从不欠他们。